开始了。直播间有个抽奖啊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现在有两个兄弟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50%的中奖概率啊，50%，二分之一。你不是中单吗？我是辅助。你怕什么？我这种硬斧打中远斧，这不还是随便打的吗？上去直接就勾的。直接一个大勾，没勾着就算了。打他们两个还不随便打。他居然知道我在这里，嗨呀，往后点来。勾，哎，打不了直接套点盐。先定。哎呦我操，给我晕住了，这个我闪都没用出来。妈耶，我闪没用出来，要不然这波还行，给我定住了一下。我寻思我 A 他一下我再跑的。谢谢大白梨好吗，谢谢麦盒蛋的甜甜。没事，俺俩这个闪现还没用呢，下边再打。我直接闪下来了，哇！让我定一下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回趟家，可以先来个钢铁烈阳之匣。还有50秒开奖啊，1/3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直播间的抽奖了。去趟中路，看看皎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找一波皎月的麻烦。皎月插个针眼，告诉维克托我来了。啥呀这是啊，完了，下饭了。这波小兵太多了，没一着人，你知道吗？谢谢奇舅老爷，龙骑大土狗封号。不行了啊，这不行了，这我得拿出我辅助物资的这种感觉来了。小伙子，我生气了。哎，这个没勾着，我是实在是不太明白到底为啥没勾着啊。
你他妈走呗！我操，走呗，走呗，来！你别让我勾着你啊！你千万别让我勾着你。别推了，你推不进去，我干啥推不进去啊？我不仅推进去，我还得吃个塔皮呢，我告诉你。来个五速海，直接开始游走起来。就这辅助勾着就直接就死，就只要勾得到那就是死，没有杀不杀得了，只有勾不勾得到，勾到就死。直接直勾勾的往上走，等一会儿啊，先收一波兵，让这 AD。你敢把 E 交了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杀来！叮！钢铁烈阳之匣可以来一个，其实不过像我们这种一要打虚区的人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来个日炎，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来个日炎。哦呦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这卡莎居然打不过小黄毛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哎呀兄弟呀，你这不行。哦，他一打二啊，哦，那还行吧，那二换一可以接受啊。我卡着瞒着，等我啊，直接给大啊，这边上来直接给大。问题不大，技能换技能，哎呀，痛痛痛痛痛！谁下来了？皎月下来了，可以打，只要我能勾得动就可以打。
十秒钟，等会儿啊。兄弟，这咋上了呢？这不送了吗？这玩呢？这啊，这玩呢？什么？他们家辅助应该去中路，我们也去中路看一眼啊。还追呀？啊，还追呀？勾引一下啊！哎，勾引成功！带个扫描。这小黄毛又把 E 用了，哇，他三项出的好快啊！呀，你木印出的也好快啊！团战大杀器，单挑能力。直接秒了就完事儿了，往哪走嘞？哎呦，这小黄毛秀的不行哎！好秀的 ADC， 我来了，兄弟，往这儿走，快念咒，快杀 ，nice， 上路爆了。你这狗熊出这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炸血劈你！不能打了，走了啊，回家了。看看我们的日炎能不能出得来。正常啊，是要出钢铁烈阳之匣的，因为可以给加护盾。但是我们是要拿 MVP 的人，所以我们不出这玩意儿了，我们出日炎，这得要 C 呀，这卡莎死了吗？没死啊，怎么跑上路去了呢？下路就白给推了，哎，我们配合一手这狗熊，看看能不能打一波啊！这狗熊也太鸡巴菜了。咱能有点作用不？这都打不死啊！出这个干嘛呀？这峡谷制造者呀！我勾兵，我勾那小黄毛，他也死不了。他死了以后，我肯定打不死。我们没有虚区了。
真是上当了呀。哇，维克托，还好我们家的维克托是像点人。跟我来，来，小黄毛呢？先把这个杀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吧，这我就不管了，这必杀了，这都。嗯，来日炎圣盾。展示一把平 A 秒大龙，我说实话，这平 A 秒大龙要不是 bug， 我们可以五个人都带惩戒。玩一个那种就是快乐流。来呀，小龙，这瞅啥呢？这呀，哎呀，我活了，这都不知道干啥呢，这。兄弟们，救命！救救！没见过人头是不是？确实，这卡莎是行。哎呀，你蛮大哥要塞起来了呀！蛮大哥，应该不能瞒着这英雄，我们稍微控一控他就行。你有大不用，用闪现，这狗熊行啊，确实是行，可以追，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追，你把跳弹让我过去，你过去能杀得了人呢？信谁也别信这狗熊，直接一手点燃，完了，狗熊值钱了。往下走，来武术还这波，哟妈呀，这都能三杀，维克托推中，我们推下，这瞒着指定得找维克托玩去。回家了，现在秒表能出点啥呀？现在秒表还能出那个了吗？出不了，现在秒表只能出沙漏或者是守护天使。剑圣没用八个啊，剑圣是自己打的龙。
把这卖了，看再出点什么。这辅助我还真就没研究过，来个骑士之士吧，给剑圣套一个。哎，给个骑士之士来，你下我上，我追他，我们武术还随便追，跑肯定是跑不过我。往哪走？折磨。尽力了，不行，那这给不了，只能是尽力了。这小子不给你人头，那没办法。呀，瞒着，抖，把，定，控，剪，长达八秒的控制，小伙子，你怎么走？过来，给我吃个冰行不行？高低插个眼儿。把小龙打了吧，正好我们家龙魂挺好的。拜拜。凯隐想抢一手龙，那不能给他抢啊，在这等他。跳弹，给剑圣上个骑士之士，再出个救赎吧，来个救赎的吧，这把我们可以来个救赎先。水龙龙魂了，中推吧。有没有兄弟跟我一样，这屋里太夜了，就手就出汗怎么办？抖。点盐，踩踩踩闪，吃药减速，勾回来，队友全死了。为什么？喂，我操啊，有毒影。为什么一换五，一换四？因为后排被切了，行吧。剑圣说：“瞒着是不是大没了？到我了，到你了，上！让我看看你的脸。”没事，随便玩吧。其实以我们家的优势，赢肯定是随便赢的啊。可以推上，
还有一个 buff 呢吧，没 buff 了。哟，这怎么回事？呀，这蛮大哥可能要退一手。直接给我大起来，不讲任何道理，扛他，扛不住了。来看看咱们谁拆的快，比拆塔是吧？行，来比偷塔，来偷，看看到底是你偷的快还是我们偷的快。拆塔来，都不用管他，管他干嘛？啊，个换家！哎呦，我这一个人跟五个人换家，我没想到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早上妈妈送的。啊。